公园里好几人坐在椅子上，全都抬头看向一旁。但有三人当街爆发冲突，也不管一旁人来人往，在街上不断拉扯，几乎挡住了整个走道。而嫌犯的手中还握着两把剪刀，朝着两人一阵猛刺。其中一人到医院前已经没了呼吸心跳。事发在12号晚上8点多，台北市万华艋舺公园，警方调查，三人是认识的朋友，晚上喝了酒后却爆发口角，越说火气越大。其中赵姓男子一气之下，竟然到附近的商店买了2把剪刀，再回到公园攻击两人。陈姓男子手部被划伤，但蔡姓男子腿部被捅了3刀，失血过多，命为送医，幸好在抢救后恢复心跳。而行凶的赵姓嫌犯事后也带着剪刀到一旁的派出所投案。犯嫌赵男于犯案后随即至龙山派出所投案，并交付犯案凶器剪刀2把，全案依杀人未遂罪嫌逮捕后侦办移送。犯案用的剪刀还能看见伤者残留的血迹，好酒撕破脸竟然当街持刀砍人，详细的纠纷原因警方还得要进一步厘清。 TVBS 新闻萧明珍江海曼台北报道。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